老家的味道由春节必备的六个核桃冠名播出，春节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六六。大家好，欢迎收看河南卫视《老家的味道》，我是主持人新颖。大家好，我是凯伦，一个湖北武汉的。大家好，我是苗婷，我来自东北那嘎的。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台湾，邱玉玲。马上就要过年了嘛，其实对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来说，过年回家这四个字啊，深深地烙在我们的心里，可以说是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最温暖的期盼。你想啊，辛辛苦苦打拼一整年，在工作在生活当中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悲欢离合，酸甜苦辣，但是仿佛只要在家吃一个团团圆圆热热闹闹的年夜饭，哎，这所有的烦恼所有的忧愁都烟消云散了。但是可能今年呢就比较特殊一些啊，因为受到疫情影响，所以可能很多朋友都会选择就地过年。我不知道咱们今天在场的这几位小伙伴是怎么打算的过年。我先说吧。哎呀，一爱就知道是什么结果。我觉得回不回去都一样了，因为我去年就没有回去，没有办法回去。因为去年的时候湖北疫情是比较严重的。对，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年轻人来说，工作还是第一位的，当然要想家，给家里打个电话道个平安，这是我目前我觉得能做到的。因为最近很多朋友见我面之后第一句话就问，你过年回家吗？打招呼都是这样打。对，然后我一直就在犹豫回不回，今天想回，明天觉得不能回。所以我就一直很纠结，就是一个特别特别想要回家的东北大妞。对，你呢秋Sir？ 我就很简单，就在这边过年。不想回老家吗？回不去，因为回去的话就特别的麻烦，要隔离嘛，这来来回回一个半月去就没了。所以说干脆就决定在这边过年了。其实不瞒大伙儿说，虽说我是土生土长的河南人，但是其实我今年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老公今年就不回来了。但是我们可以咱几个就这样嗨起来，跟大伙儿朋友们一起。对对对，咱们可以先回忆一下之前的年夜饭，对我们来说印象最深、味道记忆最深的是什么？就一人说一样自己最想吃的菜。泥蒿炒腊肉。不知道你们听说过吗？泥蒿是什么？你说错了吧？是茼蒿吧？我们这儿有茼蒿没有？哪个泥？是泥蒿，泥巴的泥。泥蒿。泥蒿，泥蒿和茼蒿不一样。带泥巴的蒿过吗？虽然具体哪儿不一样，我也不太知道啊。但是我觉得他这一道菜对于我来说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从小看到大，他一直都是在妈妈的手里这么做起来的，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陪伴我成长起来的一道菜。那我们今天现场不如就还原一下这个泥蒿炒腊肉好不好？我们尝尝你家乡的味道。现场有泥蒿吗？哎，有没有？有没有呢？我们今天现场能不能吃到正宗的湖北味道呢？那今天请上我们大厨，我们的王辉老师，欢迎王辉老师。哇，大厨好帅呀！啊，来，怎么样，凯伦？有没有看到你非常熟悉的食材呢？我看看啊。这个很像，哎，这个是好像已经用摘完了叶子的泥蒿，是不是？对，我觉得它是摘完叶子的茼蒿。你怎么说它是摘完叶子的泥蒿呢？大家看这个泥蒿哈，这到底是什么？这个是泥蒿。泥蒿。对，泥蒿和茼蒿的区别呢，其实外观上哈很难分辨。它主要的区别在于这个，你看咱们泥蒿它的叶子是比较小的，然后茼蒿呢，我们涮火锅吃的可能就是蓬松的，很大的，对对对，是吧？对，蒿吃叶子吃根儿，然后好像根没有这么硬。我吃火锅的时候把茼蒿的叶子给摘了，这就是习惯，这就是习惯，是吧？这就是习惯。然后我们今天还准备了农家自己腌制的腊肉，哇，腊肉很漂亮，跟你们老家的像不像？像不像妈妈做的？挺像的，那不一定啊，妈妈做的肯定不一样了。今天我来做这一道泥蒿炒腊肉，你来尝一下，等一下有没有妈妈的味道，好不好？对对，现在我们先把这个腊肉给它煮一下哈，让它软化。对，要把这个肉其实要去腥，对吧？对，去腥，而且给它煮透，因为它是经过盐的这个腌制哈，它比较硬，所以要把它煮软。一片姜，哎，放一点料酒，咱把泥蒿给它切成段就行了哈。这样看真的很像蒜苔啊。对，有点像。切的大小也很像蒜苔，是吧？是哈。腊肉已经煮得差不多了哈，我现在给它捞出来啊。哇。晶莹剔透的感觉是吧？像果冻一样，我吃过来了，可以了哈，好，好新鲜，
好新鲜，之前听说过有这种。没听过。怎么样，那边有没有闻到我们这个肉香味儿？就现在满屋子全部都是那个肉香，感觉口水都要流出来了。这真是晶莹剔透啊，是吧？像一般这样子肥肉较多的，一会儿要煸得久一点。煸，对，煸得久一点，这样吃起来更脆。是，把这脂肪全部给它煸出来。哎呀，哇，你听这声音，对，滋滋啦啦的。等一下会油脂全部给煸出来，是很棒的感觉。对呀。哇，你看一边，对，油脂已经慢慢的在对再出来了，熟了之后它的让它由从这个平的变成卷的哈，过新年了嘛，连肉都要烫个发。现在腊肉已经打卷了，我们放了蒜粒，好，蒜粒先放上去，这个好，现在放姜，好，哎，辣椒放进去，哇，倒进去了，哇，这样看上去真的很像一盘蒜苔炒肉。哇，一般炒菜的时候，我觉得男士颠锅的时候很帅气，能不能教我一下怎么颠锅？中华聂凯伦。哇，这个锅还挺重的啊，是吧？哎，你小心啊，你小心啊！我要推，哎，很棒，不错不错。哎呀，爆炸了！终于出锅了，盘子。香。你找一个后面点。哇，是不是好香啊？好漂亮啊，满屋子的香味啊！我也去过湖北那么多次，但说实话，我不知道这道菜，也没有吃过，所以说特别好奇它是什么味道的。啊，我们摄像老师都已经流口水了。你好，炒腊肉，对，出锅。这是一片充满希望的热土，这是一场凝心聚力的征途。走过千山万水，你我心手相连，不落一地，不掉一人，脱贫攻坚，收官之年。谱写中原奋斗新诗篇。老家的味道由春节必备的六个核桃冠名播出，春节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六六。本栏目由三千年传承的凤香中国红红西凤特约播出。看上去就真的就是蒜苔啊，它比蒜苔要稍微细，然后它是很鲜的那种味道。我要尝尝这个腊肉，来，好，而且这个肉皮你尝一尝，特别筋道，咸香可口。这个味道，你要说不是哥那个厨师哥哥做的，我觉得就像我妈做的一样味道，就是没有什么。可能那种区别是我吃不出来吗？就是，其实刚才我们的王老师一直在说，藜蒿还有肉是从湖北那边弄过来的啊。你知道我怎么弄过来的吗？不是网上买的吗？是你妈妈寄过来的。哇！不是吧？菜是你妈妈亲自买的，肉你知道是谁做的吗？肉不是我妈腌的吧？是你姥爷腌的。真的？真的。哇！啊，天呀！我再吃一口吧，我真的好久，就是为了让你吃到家的味道。我真的好久，妈妈专门从湖北那边寄过来，确实有大概睹物思人，一年多没有吃到这样的味道。对，我觉得这道菜对我印象最深刻，就是从小学的时候，每天早上我外公会先送我骑自行车送我去学校，然后送完我之后送妹妹小学。初中甚至到了高中，我坐他后座嘛，自行车后座，他的后脑勺就是从黑发慢慢变为白发，慢慢再到稀疏的几根白发。确实我觉得哇还挺难受的，因为没有来得及去回馈他老人家。我觉得你就不如端着这盘菜表白一下得了。哎，姐姐，哎呀，又帅了呢！那个菜我骑到了。好，媳妇，哪个菜你好？特别好骑啊！特别好骑啊！好骑不？好骑！今年过年我估计回不来。哎，回不来就现在都提倡交际过年嘛，就是啊，这个全国都是这样的。我尽量。你工作，我们这边，湖北这边都就万事都是比较好的。好嘞，那你这做好防护啊，等到我回来。新年快乐，
快乐，拜个早年，拜个早年，新年快乐。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就是感觉每一个毛孔都张开了，我感觉血液冲到了脑门上。嗯，因为确实有太多的话没有来得及对他说。这么传统的老人家，其实他们在面对这个就地过年的时候也是非常理解的哈。对对对，没有要求你非得回去，要你安心的工作，就地过年。好了，接下来我们让邱大哥再给我们做道菜好不好？控肉。你不是个赛车手吗？居然还会控肉？还会做菜哇！因为你长期在外嘛，那你会想到妈妈做的菜，然后就会去问她，那怎么做？然后慢慢做就会了。那您来主刀好不好？主厨、好，然后我来打下手。好，打下手，瞬间下岗了。这些都是我们做这个控肉需要用到的食材哈。对对对，把过水。啊，先把这五花肉过一下水是吧？不过很棒，在家一定经常做饭哈。对，经常做饭。很有经验是吧？这个家庭地位昭然若揭。那我们就先把这个。蔬菜煮一下是吧？对，蔬菜先煮一下，主要是要它这个汤哈，是吧？有些你们东北乱炖的感觉哈，感觉很多蔬菜都进去了，这比我们东北乱炖的菜样还多呢，是吧？升级版的乱炖。煸炒。啊，香味已经出来了哈。对对对。但是你看，刚才咱们在焯这个肉的时候，就完全没有用料酒，就会担心它会不会有一股肉的腥味儿。因为等一下我们把这个米酒啊滚起来之后，这是用我们这要用这个是吗？这个是什么？米酒，台湾米酒，是台湾米酒，这是只有在台湾才能买到的米酒啊。好，酱油，放酱油。哇，这么多吗？生抽。生抽，对，我觉得确实一个人做这个菜的话，确实会有点慌忙啊，因为要照顾两个锅，有点紧张，是吧？晕镜头。白糖，因为它是甜咸口的，所以说在这儿呢，白糖就不只是提鲜了，是的，是要多放一些，让它出一些甜味儿，是吧？你看我们旁边两位食评人都要流口水，迫不及待了哈。大厨，你现在会不会很有压力？万一等一下他的这道菜超过了你的第一道菜该怎么办？对，我也在担心，因为我看玉林哥现在操作很稳，对，很稳健。对，其实在这一步的时候，这个米酒也会让肉本身的这个腥味去除掉一些了，对，完全会去除。所以说单纯的吃这道菜的话，开车是没有问题。哇，吓到我了，吓到我了。这个才正常状态，因为这个米酒加热之后它会燃烧的。这是特技吗？哇，我天呀！火焰牛排呀，就是火焰牛排，你知道吗？在高级饭店，一道菜一旦这样上火了，就要加100块钱了。是啊，高端菜啊哈。对，它着火的过程就是这个米酒哈酒精挥发的过程。哇，这汁水哇，一滴都不愿意剩，没有浪费啊，一滴都没浪费。哇塞，这个汤汁真的是精华，因为它融入了这个肉香，还有蔬菜香，对，还有蔬菜的香味。我刚才就是有点紧张了，把那个老抽倒太多了。邱老师在提醒我们，待会儿这个味道如果不好了，可能不要怪他。关火，打开盖子是吧？好，对。哇哇哇哇哇，热气腾腾的控肉，哇，味道好香哦。扑鼻而来的香味，那边那俩已经非常期待了啊，非常期待，非常期待，是吧？我已经控制不住我的口水了。药材营养价值一定很高。对，哇，真的太有食欲了啊！非常正宗的台湾控肉，我们要去替大家品尝一下喽。快快快快，小跑过来。这样吧，邱老师，您自己先尝一下。对，哇，这块很肥哦。对，我们就直接这样吃。怎么样？可以啊，没有失误。哎呦，来来来来来，静姐说哎没毒，可以开始了，没毒没毒。哎，我们非常好奇，为什么今天我们的邱老师要给我们推荐的是这道菜呢？对我个人哈，当初就是有个初恋嘛。什么？凯伦初恋的味道吗？凯伦肉都快要吐出来了。凯伦的意思是初恋再美好，难道不怕？妻子，初恋一点都不美好啊！快讲，现在的好啊！快讲，
快讲有故事。初恋有什么样的故事？其实当初这道菜我不是很喜欢吃，有喜欢吃这个。嗯。后来就是我初恋，然后我们带回家嘛。嗯。然后到我们家里吃饭，我妈就炖这个，她就很喜欢吃这个。嗯。然后我就开始适应跟她一起吃。嗯。那吃到后面变得我也喜欢吃。那现在你每次吃，你都还会想起她吗？会。那你老婆知道你喜欢吃这道菜是因为你的初恋吗？没事。没事。没事。为什么？没为什么。是一个很包容的人，这是过往的经历，所以要告诉你的女朋友要向姐姐学习。千万不要这么学啊！他这个辣，你不觉得就是让人很能接受的那种辣吗？对对，隐隐的那一点那种，是吧？就是点一下你的味蕾，就是那种初恋的那种隐隐的感觉，酸甜酸甜嘛，酸甜酸甜的，酸酸甜甜就是我，因为有放番茄嘛。哦，你们多吃一点。嗯，我们是不会客气的。对。我看出来了，这都能看出来，见到吃的眼睛放光，眼光独到啊！你就常说是不是？哎，做的不够啊。嗯，汤很好喝，快尝一尝。你太厉害了，这个菜到时候我会把这个教程反复的学习，然后回去我自己试一试。真的很好吃啊，真的很好吃。谢谢这个。那刚才两位男士已经让我们尝到了他们家乡的味道，接下来到我们唯一的女士苗老师。哎呀妈呀，我们东北的好吃的那可是数不胜数啊！先数一个啊，小鸡炖蘑菇，对吧？啊，没了，没了，就记得一个数不胜数啊！东北人说不要往我脸上抹黑，一枝独秀，乱炖靠大鹅，对吧？嗯。铁锅炖鱼，然后那个没了，四个粘火勺，但是我最喜欢的我还没说呢，酸菜呀，酸菜，但是一般大家都会说，哎，酸菜汆白肉，对吧？但是我最爱吃的是酸菜炖排骨。那你这次没回去，你妈怎么说呀？我妈没说什么，就她没有发表她的意见，忘记了，所以我就觉得不是不是，就她可能她心里面觉得我一个人在外面嘛，然后这么多年没有一个人在外面过过年，她就觉得好像我一个人在这边有点可怜，但她又不敢说太多，说太多怕你会哭，因为我没结婚嘛，有的时候你又需要找人去倾诉，所以我就会经常跟我妈打视频，虽然说我俩不在一个城市，但是我跟我妈每天都要视频。嗯，而且我觉得我妈特别伟大的是什么，因为她50多岁了嘛，其实需要早点睡觉，但有的时候她陪我聊天，然后每天聊着同样的话题，可以陪我到12点多。所以你特别感动？对呀，就是这种感情嘛，我跟我妈更像朋友。其实你妈真的是很爱视频。妈不爱视频，她现在已经很烦我，她现在已经给我们发了一个视频啊，要不要看一看？导演骗我，导演跟我说没有联系，我妈妈很忙这两天。那我们一起看一看好不好？啊啊，熟不熟悉？这个刚装的就是我们东北老家的腌酸菜。哎呦我的天呀！腌酸菜，东北口音。这个洗吃之前吧，先用清水把它那个酸菜水洗一洗。妈妈专门给你制作了一个视频教程。切完以后吧，我再搁清水再洗一遍，避免它太酸了。把排骨啊，就是用清水用开水烫完了以后，放入锅里头。开起火来，葱。就是炖酸菜的时候啊，一定不要放酱油。排骨炖上20分钟左右吧，然后咱们把酸菜给下来，一个小时以后吧，这酸菜就差不多熟了。我女儿苗婷，她最爱吃咱们东北菜，这是我们老家的味道，也让苗婷能够在千里之外能吃到我为她做的。最喜欢吃的菜。呀，苗子小时候吧，哇，好可爱，好酷啊！看一看，这个是我女儿苗婷小时候摆岁照，这个大眼睛。喜欢看你快乐模样，想为你抵挡
风浪。这个他过生日时候给他照的，有一天我也会白发苍苍，然后还有这个什么小学照片，中学的照片，然后这是他大学的时候的照片。希望你快一点快乐天天长大，去看看这世界的繁华。妈妈知道你今年春节不能回家过春节了，妈妈也希望你一个人在郑州能够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每一天都能开开心心的。除夕的夜晚，妈妈会在手机视频里和你一同过春节，不要见你家里一个人，要开开心心。小小的翅膀，大大的梦想，现在的你单纯的像童话，陪你长大。哎呦天呀，我都不行了。没有，我妈生活中比视频里要好看的，一定要年轻一点，可能她没有加美颜。替妈妈抱不平啊，这肯定是爸爸拍的，没有加滤镜。我不知道是谁拍的，因为我爸这两天没有在家，然后前两天的时候跟我说，那个问我你有一张照片在哪儿了，我怎么找不着了，我想给你做个影集。没想到他可能其实我刚才看的时候也特别感动，因为都说父母希望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但你看其实大多数的父母都像苗妈妈一样，她只是简单单纯的希望自己的子女开心快乐工作顺利就好了。我觉得你妈刚才录的是一个教程。其实真的很难，因为我在家其实你做过没，之前真的不做饭，因为他们怕我浪费食材，你知道吗？就是因为我家我妈做饭特别好吃。你刚才你妈教你了，你应该也学会了吧？步骤我知道，但是我怕把这个菜做废，现在排骨挺贵的。没关系没关系，敢不敢，你敢不敢？敢呀，有什么不敢？你敢我们不敢。来上菜来了一道酸菜炖排骨，哦，尝一尝啊，来尝尝，看有没有老家的味道。这个是从屏幕里出来的哦，我都猜到了。为什么？因为他刚才在那边偷偷在那捡那个花椒粒儿。你妈做的这个，我妈做饭里面爱放这个花椒，寄过来的。你尝尝。那如果说是我妈做的话，这粉条还是咱们河南的粉条呢？是我给他寄回去的。哦，是吗？是我朋友之前给的，我河南这边的一个地方的粉条。那我们倒没有问，那应该是。你尝尝。味道怎么样？等会儿，不像妈做的。不是，我研究一下。这酸菜有点酸。你多嚼会儿。阿姨，你看你女儿还挺挑剔的。这个味道，还真别人还真做不出来，我觉得是我妈做的。嗯，那我们你们尝尝，你们快尝尝，你们再到我快快尝尝你们没有吃过的，这个绝对是我妈做的。一定要往后品，你就会觉得它的发现它的精彩。我们家每年都会寄酸菜，就是用那个缸嘛。但这个寄酸菜其实还挺讲究的，如果要是弄不好的话，它很容易烂掉。哦，其实这就是每个地方的特色和习俗。那天我在跟一个快递小哥聊天，他那天就遇到一位阿姨，寄了很多自己包好的包子、饺子，各种各样的东西，然后运费一下一两百。然后快递小哥就跟那个阿姨说：“哎呀，阿姨，你说这现在买啥东西不都这么方便？你何必花这么多钱去把这个东西寄出去呢？”阿姨就说。是能买到，但是这份情谊不一样，孩子吃到嘴里感受是不一样。就是说我心里，我妈就说，如果你要不能回来过年的话，就我爸跟他说，让他做多少种吃的，然后寄过来，寄给我。其实这个汤应该也喝一点，这个酸菜汤其实特别好喝，来来来，对吧？喝点。其实真的就这么一个。可能在大多数人看起来简简单的酸菜炖排骨，可能此时此刻对于苗婷来说，它的意义是不一样的啊！我相信这一块有照片，可能很多孩子都已经吃到自己的爸爸妈妈或者爷爷奶奶从远方寄过来的家的味道，这是老家的味道。但我们不知道此时此刻没有我们陪伴的家里的老人，他们是什么样的呢？我来郑州五六年了，总坐这儿啊。开始打扫卫生，一面打扫那个洗手头，负责地下拖地，不锈钢栏杆擦擦，这全不锈钢全部抹一遍每天。工作也我觉着呢，郑州二七年它是一张名片吧，我觉着来旅游的人多，我给它搞得干干净净的。也是来旅游的，他看着好看嘛。今年回不去了，孙女儿这是五岁多了。
我现在我一年都没见过好，我一都一年都没见过好，给下回上吧。站在这儿。天天都坐这吃点儿，都没时间。我儿子在那吃啥饭，然后就跟着我。下面我没去过，不知道他吃。过年也不知道他咋吃。陈龙元，你在前面过年春节一拍啊，身体健康，保住身体好了。我发现就所有父母他们的回答都不约而同啊，非常奇妙的一致，这说明我们每个父母都是非常深明大义的啊，这也给了我们就地过年的这些子女很大的信心，对，很大的动力，也让我们能够安心的留守在工作岗位或者踏踏实实的在我们就地过年。但有很多就是可能不仅仅是一年不能回家，连续好多年都不能回家，然后有一些边防的战士啊，还有一些什么医务工作者呀、警察呀、消防队员，可能很多时候过年的时候都要坚守在一线。没错没错，对，所以我觉得跟他们相比我们其实已经很幸福了。你说这些医务工作者他们都没有亲人没有孩子吗？他们在原饥原饿的时候都不想家吗？不是的，他们都放弃了这种小爱，而成全了大爱，成全了更多人的健康，就像我们的父母一样，他们也是舍弃了咱们小家的团聚，支持我们就地过年，所以才成全了更多人的平安。我觉得得给我们全国各地的父母们鼓鼓掌啊，把这个掌声也送给他们，也送给就地过年的各位子女们啊，真的太不容易了。邱老师有没有想念在台湾的亲朋好友？一定的，那想念妈妈嘛。你想妈妈的时候怎么办？视频嘛。所以在疫情前其实还好，因为我们来来回飞很方便，两个半小时其实就到了，直飞嘛。对。那现在因为疫情就特别的麻烦，回不去，那就看视频吧。只能这样子，以视频解相思。对，会流泪吗？男孩子嘛，要坚强，要坚强，要坚强。尤其我是大叔了，是吧？对对对，大家可以一起过年。对，咱们四个不能回去过年的，然后你老公不回来，咱们对呀，咱们是可以一起，但是咱们这年夜饭吃的有点不丰盛哈。王老师再给我们加几道菜吧，好不好？安排上，安排。我看有虾，是不是你准备的食材？今天做的一道菜，吉星高照虾。吉星高照虾，好彩头啊！这个西兰花来修一下啊，打底用的哈。好，这道菜也非常简单哈。对，这道菜非常简单，营养价值又高。来一点点这个料酒啊，也要放料酒的。对，下虾。哎呀，你看这个水滚了之后，虾一放进去，立马就变红了哈，就福星高照，好彩头，鸿运当头的这种感觉哈。煮个一分钟左右差不多了，不能煮太久。已经差不多了，对，可以出锅了哈。在咱们台湾都怎么吃虾呀？台湾我们有吃胡椒虾。胡椒虾焖出来的味道很香，应该很特别是吧？您会做吗？会做。主要胡椒虾没有出店的味道，所以今天没给我们带来。好了，新西兰花已经可以了。已经可以了。虾先摆一圈啊。哇塞，各种寓意啊。这样摆出来它比较喜庆哈。福星高照。对，看多漂亮。切一点柠檬，淋一点柠檬汁上去。就让它有一点酸味儿是吧？对。这个哇，好棒啊。福星高照。接下来我们要做的这道菜是2021你好鸭，用鸭来做一道菜。你好鸭。对，党参枸杞炖老鸭。还有红枣是吧？是的，还有红枣。现在我们把鸭来飞一下水哈。好，下锅。那么这个老鸭呢，我们在飞水的时候它就会有很多的血沫。等一下有血沫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撇出来。好，现在我们鸭子已经焯好水了。焯好水了哈。关火。炖汤的时候哈，我们一定要在冷水的时候把这个鸭子给下进去哈，这样它那个骨头里面的东西才能够更好的被炖出来啊。好，我们冷水下锅，我也下进去，千万记住不要调味。
这个过程我们也不要浪费时间，再做一道菜吧，好不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做这一道五彩拌时酥。哇，黄瓜我们也先给它切成丝哈。嗯，黄瓜也可以这样削，得考验刀工啊。这样削出来的话，等一下我们切出来更均匀一点，哦，而且没有芯儿，嗯，啊，吃起来更脆口。对，嗯，切成丝。你看人大厨切成丝儿的话，人家都先给它弄，就是切成刚那样切成丝儿，咱们都直接那样直接切。但这个胡萝卜哈，不能切太细，切太细的话它口感就不好了。嗯。粗一点的条子，嗯，好了，哎，放一旁备用啊。这些东西呢，都是我们提前准备好了哈，已经超过水的一个东西了。现在我们要把要把它给它调一个汁儿，然后浇上去就可以吃了。哦，哇，五彩缤纷，对吧？谢谢。现在可以下饺子了哈。好，慢一点。大家煮饺子的话都知道哈，水开后电三锅。嗯，对，现在把盖子盖上。好，现在我们这个鸭子呢，已经可以放这个火柴了哈。对，再炖上半个小时就可以了。就可以开锅了。对，好，我们饺子已经煮好了。煮好了，可以出锅了。对，可以出锅了啊。现在我们这个鸭子呢，炖了有一个半小时了。是的，一个半小时了，可以揭开锅了吧？可以开盖调味了。啊，可以调味了哈。可以调味了哈。这是最关键的一步啊。看一看，好不好吃就看这一步了，各位。你看这个汤现在非常好啊，炖的。你先放一点点盐，放一点盐进去啊。来点盐。对。鸡精。鸡精也来点。来小勺就可以了。好。然后胡椒粉，来一点点。嗯，大半勺啊。对，大半勺。大半勺。好了。这个时候就可以关火了，就可以关火了啊！对，好，看这鸭汤哈，很好，非常香，闻起来。对，哇！2021你好鸭，我们来啦！来迎接2021你好鸭！来，好，到这里吧，小心点。好。那在开动之前，我们用掌声有请我们今天最辛苦的大厨王老师，来来来，跟我们一起吃啊！年夜饭要一起吃哈。动筷子之前先干一个，先干一个，干一个，干一个，核桃，一起溜个核桃啊！团团圆圆，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干杯！开动，开动，来尝一尝啊！早就已经非常的着急了。感谢开封这样装饰博洛尼全屋定制提供拍摄场景。导火突破4500次，高温下更耐用。弗拉鲁由全国销量领先的风海一号燃气灶电池赞助播出。好家的味道由春节必备的六个核桃冠名播出。春节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六六。本栏目由3000年传承的凤香中国红红西凤特约播出。来，我们给大家送上一些新年的祝福语吧。王老师，从您先开始吧。祝大家财源广进啊，都能发大财，数钱数到手抽筋。哇，好棒，喜欢，喜欢啊！祝大家新年快乐，小志明，身体健康，天天开心吧。这个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全世界的人们都能够早日的战胜疫情。等春来我们再团聚。哇，好。那其实此时此刻我觉得我们团圆了，我们感受到幸福和快乐了。我也希望那些我们的白衣天使，我们的逆行战士，此时此刻仍然坚守在岗位保卫我们的健康和安全的那些人们，你们也可以得到幸福和快乐。也祝你们牛年大吉，牛气冲天。那再次感谢所有就地过年的大家，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我老家是江苏的驻马店。我是信阳的。你老家罗赫的？山东临沂的。我是湖北的。因为女性嘛，也就就地过年呗，不回去了。今年就不回去了，特殊情况。今年可能也回不去了。狮子头，扬州狮子头。吃饺子，腊肉啊，或者那种卤制品，只要妈妈做的都可以。我妈前几天的时候就在家里边给我寄来了可多羊肉，然后让我自己做，可能我自己也做不成，反正是也是我妈对我的一种爱吧。爸，啥时候回去了？再给我做辣子炒鸡。